最近比較多了客人問我一個問題的，就是在 Richmond 想找一個平靚正可以看到現樓的全新 Townhouse Project， 有什麼選擇呢？你們想不想要一個10尺樓底高，有一個非常大的後院 backyard？ 你們想不想要一個非常闊的廚房，還有後面有 double garage， 所有的房都是非常大，除了 master bedroom 大之外，所有的客房都非常大，令到你覺得好像住在 townhouse 上面就住到好像在 house 的感覺呢？想的話就繼續看影片下去了。繼續看影片下去了。入到而家屋咧，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呢個客廳位啦。呢個客廳非常之闊啦。我哋平時講咧放 L shape 嘅 sofa 咧都已經覺得好大啦。而呢一度啊，我認為可以放一張 U 型嘅 sofa。去到嚟呢個後院咧，感覺咧有啲似住緊獨立屋一樣嘅，因為個後院咧喺 townhouse 嚟講咧已經算係非常之大啦。入翻嚟間屋啦，喺呢間屋裏面第二個 corner 我非常之喜歡，就係呢個廚房啦。咁睇下啲 appliances 啊 ，appliances 咧仲用 Samsung 嘅，呢一個嘅主食咧就係用翻電嚟做主食嘅，嚇咁係四個爐頭啦，咁下低亦都有一個 oven 喺度嘅。出到嚟呢一個車房啊，就係男人嘅天堂啦。在里面第一层有10尺楼底，所以呢这个 garage 都非常之高的。咁当然你后面要用电车的话，后面这度都已经装了 EV charging level 2的了，所以大家呢揸电车就不需要担心要出去出面充电了。咁楼下这边就是一个 powder room 半次啦，咁个 size 都不细下嘅。这个 storage 呢度可以放嘢之余啊，这里呢楼梯底呢都做曬位俾你放嘢嘅。而家你上去上面度睇一睇啲房先啦。呢個客房咧都好大下，同時間樓上咧係有9尺樓底啦，所以嗰種感覺咧係好舒服嘅。對住後面咧就係後面嘅 single house 嘅後院啊。跟住啦，就係兩間房之間係一個洗手間、浴室嚟嘅。好處就係兩間房咧，亦都可以叫做互通啊。呢一間房咧就放咗一張 double bed 喺度啦，因為側邊有一個書台喺度。如果你想要放一個 queen size 床，係絕對冇問題啦。側邊兩個 nightstand 係 OK 嘅。嚟到我哋嘅壓軸好戲啦，就係我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可以放到 king size 床，向住嘅一個向南嘅一個景色，咁所以咧采光非常之好。側邊亦都會有一個小小地嘅窗台位俾大家擺下嘢，或者攞嚟睇書啦。咁而家咧就過嚟呢邊睇一睇啊，亦都係女士們好喜歡嘅地方啊，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 walking closet 喺度嚇。入到嚟我哋個 ensuite bathroom 主人房嘅洗手間咧，見到有個雙洗手盆啦。跟住咧呢一間房咧，亦都係好正嘅，就係咧男女主人咧都可以同時間沖涼啊，一邊咧就係呢一個浸浴啦，另外一邊咧就會係一個 shower 噶。看一看它的 laundry 先啦，用的牌子都是 Samsung 啦 ，stackable 两个放在度嘅洗衣干衣机，咁啊喺楼上嘅，大家留意翻。咁大家可能会问啊，就是管理费几多钱咧？2.6毫子一尺啊，包啲乜嘢咧？就是包佢嘅铲雪啦、园艺同埋管理等等嘅。咁价钱系乜嘢咧？而家终于同大家讲啦。而家我哋睇紧呢一个单位 showroom 7号屋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室内面积1511尺啊，三房两个半厕，室外面积都有400几尺咁大嘅。而个嗌价咧就系1499万9噶吓，有兴趣咧记得约我嚟呢边实地睇楼啦。咁今集内容就差唔多啦，记得啦，中意我哋频道内容记得 like video 啦 ，subscribe channel， 添埋个闹钟仔。咁问题留言快啲 comment 啦，或者 WhatsApp WeChat 我，或者扫一扫 QR code。就可以同阿咪直接溝通、直接對話噶啦，同埋就 join 埋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啦，同埋分享俾你有需要睇嘅家人或者朋友睇啦。咁啊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